其实呢，文化大革命中呢，我们说地下文学，还有一些手抄本，但是手抄本很热火，像当时这个什么九级浪，这个它其实是表达了一种颇为这样一个在当时的流传的是一种颇为颓废的一种情绪，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啊，大家都会理解，文化大革命都是火热的青春，战斗的青春，然后都是这种激烈的这种战斗和革命豪情。但是呢，其实，在青年中呢，也有一种颓废的这种，甚至呢，某种意义上来说，接近黄色的这种东西流传。这个大家要了解一下，就是其实文化大革命的时期呢，其实文化以及人们的心理呢，也是多层次的，不一样的。老干部、知识分子是吧？受迫害的，那么红卫兵是吧？然后这个有更年轻的这样一些青年，他们的心态、心理都会有不一样的东西。所以看王朔的这个后来姜文拍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所以很多同学会觉得他表达的文革和上层文学表达的文革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吧？所以他确实文革期间人们的这种思想感情。跟这样一个家庭的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同时呢，说明那个时期的这个人们的心理状态也还是有很大的差异。那么因此，我们也会去理解为什么后来这些左派以及新左派，他能够以一种肯定的立场去理解文革，那么也还是在那个时期本身能够找到某一些渊源。这个渊源，一方面当然是文革文化本身包含的复杂的内容，另一方面。也是跟每一个人他自己所处的这种家庭的背景也是相关的。那么当时有小道消息说周总理看过九级浪，说作者还是有才能的，能不能写写社会主义跟现实主义的作品？那么这一传说好像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可以那个证明。那么与九级浪的同时呢，还有这个逃亡，那么这个小说当然写了这个东北插队的知青。他们爬火车返程的经历，那么这些呢是表达的都是知识分子，不，知识青年，就是知识青年他们比较消沉的，比较绝望的某种情绪，所以在当时的知青中呢，也是有较大的影响。但是另一方呢，有这个一些另类流传比较广的小说，你像这个况浩文的《一双绣花鞋》。那么张宝瑞的一只绣花鞋，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事物。那么占据主流地位的是一双绣花鞋，因为它后来被改编成好几次被改编成电影什么这些东西，是吧？但是呢，我们在南方的人呢，我们了解的是一只绣花鞋，因为它跟这个梅花党，那个梅花党这个情节联系在一起，所以这个影响在南方，至少来说在南方影响。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我所知道的是一只绣花鞋，啊，是这个。当时讲是梅花党的细节比较恐怖，我们小时候就是这个一只绣花鞋，就听着那个楼梯上那么扣扣扣的声音，然后看到一只脚下来，然后看到一只绣花鞋。因为在那个年代，绣花鞋对于我们来说是代表了风刺绣，是吧？代表了，但是它代表了一种死亡的过去，它和一种死亡和一种神秘。和一种恐怖连在一起，那么国民党都是被这个塑造成一种潜伏的特务，都是非常这个凶险、非常恐怖的，他们都是跟魔鬼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梅花党那都是传闻，有各种各样的传闻，所以那个时候的恐怖是中国地下恐怖小说的始祖，在文革的时候，就在极度压抑的年代，人们就会对恐怖、对这种东西寻找某种刺激。在非常无聊的、空虚的、麻木的那种心灵，他就要这种恐怖去刺激，是吧？当然，现在我不好评估了。现在听说你们80后、90后也很爱恐怖电影、恐怖小说，因为我对恐怖电影、恐怖小说一点兴趣都没有，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可能很多同学可能会批判我。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人来说，那个恐怖那个东西，我一点兴趣都没有。小时候我们都会讲鬼的故事等等，那些会吸引人，是吧？什么？听说我上次没跟他说过，
是吧？一个大姑娘坐在河边，是吧，在那唱歌，但是后来听到她又在那哭，是吧？一个人就过去，就是说这个大姑娘怎么看见她一个长长的辫子，是吧？坐在河边哭，然后过去了就拍下她的肩膀，说你别哭了。她一转过脸来，那边还是一条大辫子，大家都知道，以前不恐怖，这恐怖是吧？但是这个就是恐怖啊，这些都是在农村这个广为流传的这些故事。但是在文革的时候呢，为什么会有一支绣花鞋？它总是和这种国民党反动派，是吧？和我们历史的一种遗产，和我们某种历史的记忆连在一起。所以大家注意到，它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是吧？啊，那么另外呢，大家要了解的是张扬的第二次握手，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啊，这个是后来文革期间是广为流传，当时觉得那里面是写了爱情。大家知道文革期间这种关于爱情这种描写已经非常少了，但是这个小说《第二次握手》表达了一种爱情。所以你们现在，我就说你们这一辈的人对那种朦朦胧胧的写爱情的那种故事已经觉得和你们的经验差距比较大了，但是我们那代人觉得第二次握手写的那种爱情确实是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激动，而且他写的是某种忠贞的爱情，是吧？忠贞的爱情，因为爱情越是匮乏它越是忠贞，是吧？它那么忠贞和匮乏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但是呢，因此呢，这个忠贞呢，它就获得了很高的一种道德的评价。但是呢，忠贞的爱情这个命题是可以解构的，就它背后本身是有它是有理由的，有原因的，是吧？它不是一种天然的优势，对吧？因为比如说在我们那个年代，你爱情非常匮乏非常困难，你只能爱一个，所以人们不断地去颂扬这个从一而终，是吧？忠贞的爱情，因为你多爱一个你就意味着非常危险，女的会作风不正派，是吧？然后男的呢，你会变成这样一个流氓，道德品质败坏，会被抓到监牢里面去。它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它是和这种历史背景联系在一起。也不是说现在的年轻人道德就低下了，是吧？而是说现在社会更自由了，他选择更多了，所以他这个，所以你们现在也要唱歌，是吧？爱就爱一次吧，这个是陈琳唱的，是吧？那么他这个歌可唱的，是吧？他前几天跳楼自杀了，啊，所以爱就爱一次也很危险，是不是？所以就是说，我们道德大家会理解，就是说这种很多道德它规定的一种东西，它其实背后都是有一种社会的一种原有的，当然也有个人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的，啊。那么因为这个陈琳他和他的老板，那个姓沈的什么老板，是吧？好像叫做沈永书，沈什么，沈什么，沈老板，是吧？爱得很深，后来这个又反目了，然后就跳楼了。所以唱这些歌呢，你可以看到道德它是双刃剑，你捍卫一种道德它是很高尚很坚强，爱情非常忠贞很可贵很有理想化，但是它反过来它也会伤害，会造成一种伤害。因为我们中国老百姓还会说退一步海阔天空，是吧？退一步海阔天空。那么对工作上来说呢，就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是不是？这生活它可能性非常多。那么所以我就说在那个年代，但是第二次握手这种表达的忠贞爱情是让我们那样一个时代那样一种社会感到一种非常的提供了一种想象，提供了一种理想的爱情的一种想象。那么这种想象本身呢，它是对青年人是有一种激励哈，我觉得它的正面的价值还是显而易见的。这些我就不说了，但是另外有一点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比如说谈到相信未来，肯定大家也会注意到，我那上节课反复的讲到，就为什么那个年代有这种绝望的情绪，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奇，是吧？而且是那么早，在68年、69年那个时候，当然郭鲁生的经验是非常独特的经验，他后来发疯了，啊，那个，但是呢，现在也有人对这些诗呢进行一个重新的解读，大家
这些材料可能也知道。那么我虽然说暂时没有提及，但是呢，我觉得这些说法都同样也是需要重新去审视的。有人写一个叫刘霜的，在黄河的2000年第一期上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质疑对乡亲未来的诠释。那么主流的文学史呢，都把它解释为一代青年在那种绝望压抑的年代表达了对未来的那种坚定的一种信念。那么像刘霜呢，他是从当时北京的文化大革命的派别去读解他，认为这个郭汝瑄呢，他本身是参加联动，是联动的积极分子。当时北京呢，是文化大革命是分成很多，红卫兵是分成很多派别的，那么联动是那些高干子弟建立的派别。后来的这个还有这个叫做这个首都三司啊，第三司令部，原来是一司，第一司令部，那么第一司令部的领导呢，后来才成立这个联动。那么三司呢，它就是属于平民子弟，属于大专院校的这些师生，特别是这个学生呢、啊、这个成立的组织。那么显然写这篇文章的刘霜，他是站在三司的这个背景上来质疑这个联动以及这个郭汝瑄他们这一类的人。当然这里边的这种斗争确实很激烈也很残酷，他们的恩恩怨怨直到今天还没有解开。但是我觉得我们读解文学史，如果都陷在这些的恩恩怨怨里面，派别帮派之争的话，我们很多文本没有办法解释。当然我姑且承认这一类的解释有它的一定的参考的价值，但是我们也依然会从另一个角度，为什么说联动就是反动组织就是错误的，因为联动是高干子弟，他们宣扬血统论是吧，他们当时想当保皇派，想反抗毛主席的对走资派的纠斗，毛主席开始支持联动，后来这个把联动宣布为反动组织是吧，因为联动影响了文化大革命纠斗走私派当权派的这样一个道路。那么这些人原来要当保皇党是吧，要保护刘少奇，保护这些，但他们没想到这个历史，毛泽东真实的是要彻底的革命，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打碎过去的这样一个特权阶级，就是要清除修正主义，他毛泽东是真正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仅仅是权力斗争的话，其实对毛泽东来说，这点我也觉得对权力斗争这一说法我也会有一种反思，因为毛泽东当时的权力太大了，其实从1958年开始他的权力就大得惊人，所以权力斗争对毛泽东来说这些人根本不是个，你整个中央委员会捆起来都不够毛泽东的一个指头。我这样说夸张不夸张？大家觉得不夸张是吧，我举个例子，1958年彭德怀想跟毛泽东谈话，在那个门口抽烟，抽了2个钟头，不敢去敲毛泽东的门。这个能构成权力斗争吗？刘少奇在庐山会议上，他是吃了4片安眠药，睡下去睡着了。但是那个毛办打了电话说毛主席要约刘少奇谈话。警卫员为了让王光美为了让刘少奇多睡10分钟，就让警卫员没有叫醒他，就扛着他两个警卫飞奔到毛泽东的寓所门前。然后再叫醒刘少奇站直来，再敲毛泽东的门，这能构成权力斗争吗？这根本不是个，这如果说能构成权力斗争，还会害怕到这样的地步，是不是？大家想一想，这1958年，更不用说到了1966年了。所以这权力斗争，我觉得不足以解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还是有他的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未来和现实的一种评估，对中国共产党他的一种革命的本色和他革命继续革命的那种动力的一种考察，是吧？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以毛泽东这种情况，他叫谁下台就下台，他需要去发动学生吗？去发动公众群众吗？我觉得可能仅仅是权力斗争，可能是不足以去解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所以我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有毛泽东对无产阶级革命继续革命的一种理解，我个人是这么认为哈，这个大家可以讨论。当然我也不是完全接受左派对无产阶级大革命的那种全面正义的一种看法，
我觉得他当然是有毛泽东本人对，既表达了他的一种继续革命的那种信念，但是同时也有他对共产国际、对现实的国际形势、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对党的现实的一种不完全和不深刻的理解。我觉得这是有他的片面性，极大的片面性。所以，啊，我觉得一个问题的理解，它应该要有多个层面去理解，并不是只有一个解，是吧？用一个解去对付它，或者说它只有一层含义，在这层含义之外，所有的其他的问题都被关闭了。我觉得这样我们没有办法去讨论，更加完整的、更加充分的去讨论一段历史，啊。所以我觉得，尽管说这背后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时呼鲁生参加这个联动，他作为一种反动组织、维新反动组织，这一帮人倒台了，这一帮人不得势了，倒霉了，所以他们表达了绝望。相信为了只是相信这种老一代的红卫兵，这老一代红卫兵就是联动这些最早起来闹革命的这些。当时红卫兵也是一个特权的，你当红卫兵必须是老子血统论，是吧？老子英雄和好汉，然后那些这个出身不好的地富反怀幼的子女都不能这个当红卫兵，都没有资格当红卫兵，是吧？所以他是这样。但是后来不一样，后来这个联动被宣布为反动组织的时候，那么其他的像怀带大富这些人上台了，聂元直这些人，他们的势力更强大了，所以是这样。那么因此我还是觉得应该从字面，因为从诗歌本身以及当时时代的整体的一种状况去理解郭鲁生他所表现的这一代的青年的对历史的一种态度。而且另一方面来说，即使说他是联动，他是这些境遇对他个人来说，对于一个郭鲁生个人来说，我们也并不能在另一个意义上把它看成一项政治的原罪，是吧？我们这样又进入一种血统论，又进入一种身份政治。就你是联动的，你是高干子弟，那么你在政治上你就是原罪，你就没有正义性，你是特权阶级，你是贵族阶级，是吧？我是平民，那还是我出身贫困，苦大仇深，是吧？我可以二次革命，我这个革命才是正确的、正当的。我觉得革命是会始终陷入这样一种逻辑，革命始终陷入它不断的颠覆自身的逻辑。但是我觉得我们在理解文学史的时候，我们对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更加全面的去考察这个问题，是吧？我们可以还原这样一种历史，虽然说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同时也回到文本，以及回到那个时代更整体的、更广阔的一种背景上去理解这些作品。好。